这边姑娘，这边小料啥的。你又打饮料了？打两个呀，能喝了吗？姑娘，姐姐打饮料了。不打了，咱们喝不了。嗯，行，要不然喝不了，浪费了啊。是罐头。慢点啊。悄悄好了吧，悄悄，好了，悄悄。你俩兑完料了？你兑的是啥？哎呀，你这是罐头呀，吓我一跳，我心里把那个兑的料给走了呢。好喝。好喝啊。哎，你从那边进去，姑娘。老忘了。不让我进去呗。是吗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星红。到年底了，大家是不是大小聚会都开始约起来了？今天我跟我小妹带着两个孩子跟几个姐妹约一起吃火锅。现在我们先到了一部分，还有两个没有来呢，等他们一会儿。咱就差个油炸小馒头的剩下。啊，好的。啊，筷子走。现在就差我闺蜜没来了，她现在在车上，然后我们先下锅，等她来了正好熟了一块可以吃了。你咋来的？坐公交车来。你来正好，来你捡汤底吧，我们吃完了。没事，我吃完了。来唠嗑了。对呀、啊。他俩吃完了，他俩我们领他吃肯德基了。嗯。你手残呢你？一块肉都没有。不是，我想猫眼带色的。给我捞了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就那么一盘带色的。不要胡子。你们都不是青菜啊，就那一盘啊，大姐，有一盘没有？你俩干啥？这没有游乐场吗？这屋没有，有一个抓娃娃机，那个抓不起，抓不起。来来来来来来好久不见啊，正式想见啊，不知道你干什么的。我是谁？聊点，聊点还行，反正他们就你周围耍，还留一瓶。这是杯跟瓶有什么关系？那一口俺们喝那一大口，你插进呢，我没走的。我是那什么，管酒意，管着顺，因为这个有点热，对身体好，特别这个辣的，喝完了可以暖暖的。很贴心。